咁第一題我哋就 prove 嘅就係角 BDC 係等於角 A 加角 B 加角 C 啦。咁首先我哋 let 呢只角係一，呢只角係二，咁即係角 A 就等於一加二。咁我哋就睇 BDE 就係等於角 B 加角一 exterior angle 啦。咁角 CAE 都一樣，都係 exterior angle， 有角 C 加角 E 即係呢行。咁之後就兩個角加埋就等於 BDC 啦，即係話呢兩隻角加埋就會等於角 BDC， 咁咪加翻落去就會出咗呢條式。咁由於角一加角二係等於 A 啊嘛，咁我哋就可以得出呢個結論，就係角 A 加角 B 就加角 C 就會等於角 BDC 啦。咁第二題就要 prove 角 A 加角 B 就會等於角 C 加角 D 啦。咁首先角 AEB 即係呢只角就會等於180減角 A 減角 B 嗰個 angle sum of triangle， 角 CED 都一樣 angle sum of triangle 就180減角 C 減角 D。 咁由於呢兩隻角係 vertex opposite angle 啦，咁即係所以呢兩隻角係相等嘅，咁我哋代翻落去就會出到呢條式，跟住我哋移翻曬啲位咧，就可以 prove 到角 A 加角 B 就等於角 C 加角 D 啦。咁第三題就係證明角一加角二就等於180加 A 等於加 A 啦，180加 A。 咁我哋就睇下角 A 加角 AD， 即係角 A 加呢只角就係等於角 E， 即係 exterior angle 啦。咁同你角 A 再加角 AED 就等於角一，呢個都係 exterior angle。 咁呢兩隻角加埋就會出咗呢條式，咁角 ADE 即係呢只角，再加角 A， 再加角 AED， 即係呢個三角形嘅三隻角加埋，即係等於180度，即係出咗呢個啦。咁呢個 A 照寫翻落嚟，咁就出到呢、這個，即係呢、這個，咁呢個都係一樣同呢個一模一樣噶嘛，所以角一加角二就會等於180加 A 啦。咁我哋第四條要證明嘅就係角一加角二就會等於角 A 加角 D P， 即係呢只角同呢只角加埋等於呢只角同呢只角。咁而家 A 加 C 就會等於角一，即係呢個角加呢個角等於角一，呢個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。咁同你 B 加 D 就等於角二啦，都係一樣嘅原因。咁角 DPE 就會等於 C 加 D 啦，角 A 就會等於 A 加 B。 咁我哋將角一同角二 combine 埋就會出等於呢一個。咁 A 加 boy 就會等於角 A 啊嘛，寫翻落嚟 C 加 dot 就會等於角 DPE 就寫翻落嚟，所以我哋就 prove 到呢條式。第五題我哋就要證明嘅就係角BPC， 即係話呢一隻角係等於90度加 A over 二。咁根據呢幅圖啦，角 BPC 就係180減翻角一角二，即係 angle sum of triangle。跟住角 A 咧就係等於180減翻二乘二角一加角二，即係呢兩個都係兩個。咁我哋轉下個term， 將角一同角二轉成嗰個 term 啊，就會得出180減 A over 二。咁你代翻一加角一加角二代翻落去呢一度，我哋就會出咗呢條式。我哋再計落去就會得到角 BPC 就會等於90度加角 A over 二啦。咁第六題我哋就證明呢個角 DPE， 即係呢一隻角
佢係等於九十度加 a over 二。我哋從定理三嗰度，我哋可以知道角 A 即係呢一隻角，佢就會等於呢兩隻角加埋加翻180，即係話二乘以角一加角二加880啦。咁我哋轉個 term 就會得出角一加角二就等於90加角 a over 二。咁咧，我哋又從第四個定理嗰度睇，角 A 加角 DPE 就會等於一加二啦，一加二。咁咪轉個 term，將角 DPE 轉成主 term，咁我哋變成角一加角二減 A 啦。我哋將個角一加角二代翻落去，計完之後，我哋就會計到角 DPE 就係等於90減角 A over 二啦。咁第七題就係證明角 P 即係呢一隻角係等於角 A over 二，即係角 A over 二啦。咁我哋就睇呢一隻第一個角 A 加兩個角一就會等於兩個角二，呢個 exterior angle of triangle 啦。咁我哋轉 term 轉角就會變成角二減角一就會等於角 A over 二啦。咁我哋睇下角 P 加角一就會等於角二，呢個都係 exterior angle of isosceles triangle 嘅。咁所以我哋又轉 term 角 P 就會等於角二減角一。我哋將呢一個式即係話呢個代翻落去角二呢度，咁我哋就會得出角 P 就會等於角 A over 二啦。咁第八題就係要 prove 呢個角 P 就係呢一隻角，佢係等於二分之一角 C 加角 D 嘅。咁呢個角 AEB 呢一隻角，佢就係等於角 C 加二兩個角一 exterior angle 啦，即係呢個三角形嘅 exterior angle。咁另一個角 EB 角 AEB 同時都等於呢一個三角形嘅外角，所以都係角 D 加兩個角二。咁我哋兩個加埋一齊，兩個 com 加埋一齊，咁我哋就會出到兩二角 AEB 就等於角 C 加二角二加 D 加二角角二嘅。咁你轉 term 啦，角 AEB 就會等於角一加角二加角 C 加角 D over 二嘅呢度。咁你從定理一嗰度，我哋有呢個定理一嘅，就係呢個角 P 加呢一隻角，再加呢一隻角，佢就會等於呢一隻最出邊嗰一隻角，即係話呢一個角啦。咁就即係等於角一加角二加角 P 就會等於角 AEB 啦。跟住我哋將呢一個代翻落去呢一度，就會出到呢一條式。跟住呢兩個一相同嘛，相同就 cancel 咗佢，所以剩低。就我哋就 prove 到呢一個啦。